还有我旁边这一位，你是仙女吧，维宁？我真的很像你仆人呢，吼，哦，还跟我挑一样颜色的衣服。金嘉喜，欢迎回到第58届金钟奖戏剧类颁奖典礼。接下来我要颁发这个奖项呢，哎呦，有些呢是演戏演了一辈子的戏精，有些是第一次入围的小白。这组叫做神仙打架组，也就是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女主角奖。入围常客有我现在坐在他位置上的庄凯勋哦，一整集。好，还有我旁边这一位，你是仙女吧，维宁？我真的很像你仆人呢，吼，哦，还跟我挑一样颜色的衣服，金嘉喜，还有很接地气的，哎，蓝伟华，好喜欢你的作品，还有好可爱的王静，好可爱，以及刚刚完成登记，从戏里闪到戏外的新婚夫妻刘冠廷、孙可芳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睡在一起了，睡着睡着也就有好事发生，我们可芳的肚子里头有个小太阳，恭喜！相信我，这绝对是你们人生的最大奖，恭喜恭喜！当然要特别介绍的呢，就是36年后再度入围的郭峰大哥，当年几度夕阳红，红遍大街小巷，郭峰大哥以脾气暴躁的明远爸爸呢，然后呢获奖，然后这次非常高兴以高律师再度入围，演戏真的是一辈子的热爱，以郭峰大哥为榜样，但是郭峰大哥今天在拍戏不客前来，也祝福他可以顺利拿奖。当然还有第一次入围的小白李成斌，你好你好，还有夏雨乔乔乔，夏雨乔的小操猜在手里头，对不对？好可爱，我懂这种如梦似幻的感觉，请好好享受这种第一次的梦幻心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